와, 생각보다 잘생기셨네. 心狠手辣的总统夫人竟然一眼就看上被自己全国追杀的小伙。原来就在不久之前，夫人的老公西月为了庆祝自己当选总统，正和一个女明星在酒店玩耍。可就在西月准备脱去西装变身成一只禽兽时，他忽然发现窗外竟还有双眼睛盯着他，看着自己丑陋的一面被发现，西月顿时起了杀心。可就在他准备叫人的时候，他忽然就晕了过去。爱情绝对是个奇迹。原来今晚本是一场韩国正义人士精心策划的斩首行动，原本计划里通过里应外合可以一次做掉这个亲日的韩奸总统，让韩国走回到正轨。可人算不如天算了，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一个小小的临时工却打破了他们这个完美计划。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，这是你的家，庭院高雅。